阿弥陀佛，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昨天针对师父上人的指导，我们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内学释迦牟尼佛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这个不贪不嗔不痴是 佛家三善根呢。我们的一切境缘不贪不嗔不痴，我们生善根呢，不生烦恼。那外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昨天我们就老人家的教诲谈到不贪不嗔，也提到要用爱心耐心来教导孩子开导孩子，忌讳急于求成，互相攀比。记得我们一起学习过老法师教导的德行言语应当学。那这一篇我们有空也可以拿起来再念一念，提醒提醒自己，因为言语每天要用很多我们常念在境界当中提得起来。昨天也跟大家提到这个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呢，我们造了这个种子就种下去了，它的果报是在三恶道了。所以儒家为什么说要克念作圣呢？显然这个念头是有力量的，它就是一个种子了。菩萨为因呢，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觉悟的话呢，首先呢，他知道念头的力量。一念一轮回就是一个种子了。不可轻动但每一天可能要讲很多话。所以《无量寿经》指导我们身口意三业的修学把口业移到前面了。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因为往生呢心净佛土净，所以清净心是关键的。那我们的言语不能跟清净相应，跟慈悲相应，那就很可能会造口业的。所以首先呢，从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护持自己的清净心呢。那我们想起老人家这个教诲，少说抱怨的话，我们内心有埋怨的，
有对立了，啊，就容易抱怨指责了，啊，所以少说啊抱怨的话，要多说宽容的话。宽容的话，边说啊，边扩宽自己的心量了。这何处是道场啊？处处皆是哦。讲一句话也在修行啊，一个表情也在修行啊。面上无嗔，供养具啊，一个面貌的状态，修供养，口里无嗔，出妙香啊，所以佛门这些话很有意境啊，抱怨带来记恨。其实自他不恶，我们一起抱怨的心，自己身心都受损了，所以自爱不容易啊。我们用心去体会啊，随顺性德，身心清安的，有法喜啊。随顺啊，比方说抱怨的，自己身心损了，那这个话又出去啊，带来记恨了。那宽容乃是智慧。昨天跟大家提到了古人说的，必有容，德乃大。我们能包容啊，我们的德行啊才能更加广大了。那我们讲到这里，想一想，现在我所面对的人事境缘，有没有我不能包容的人？千万不要好像一定要找他的麻烦，一定要给他怎么样？哇，那这个是嗔恨心哦，这是地狱业的。我们真的要为团体好，首先要把自己的念头护好啊。我们都是真诚慈悲、平等、恭敬一切人。不然我们会落入爱憎的，喜欢这个人，讨厌那个人，那我们都在造轮回业了。所以佛门有一些话呢，都很有味道啊。生佛不恶，把众生排在佛前面，生佛不恶。所以老法师不止一次哦，因为有人请教老人家怎么念阿弥陀佛，老法师也把他的心法说出来了。老人家说完，我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我们跟师父上人学啊，学到他的精髓啊，这些处事的心境他是和盘托出了。就像孔子在论语里面说了，二三子以我为隐夫啊，叫着同学们，同学们呢，
你们有觉得我有什么隐瞒吗？啊，无无隐乎尔啊，没有任何隐瞒的。啊，有可能这个学生在学的时候，孔老夫子可能给颜回多说了一点。我们起这个念头啊，就是一种障碍了。对老师信任就有影响了。当时候读《论语》读这个还不是很有体会啊。有一次刚好啊遇到一位同修的妈妈，他把我见到我呢有一点神秘啊，把我拉到旁边去没人的地方然后就跟我说，老法师有没有多教你什么所以这个疑啊是很大的障碍啊所以孔子如此这个历代祖师包含李老，包含我们师父上人，那都是和盘托出来。什么时候和盘托出讲每一堂课的时候就像刚刚这一段讲了不止一次了。承德在老人家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这个专题有听到。在老人家讲无量寿经90年的也都有听到啊。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珍惜，能够受持啊。一切众生不是把众生当作阿弥陀佛，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那这是大乘经的教导了。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尤其我们有受持无量寿经有读诵无量寿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阿弥陀佛说的，一切皆成佛啊。这句话我们印象都很深了，这不是阿弥陀佛的心呢？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是他不饿了所以念着48愿，念着念着就变成自己的愿了尤其我们是念阿弥陀佛从密宗讲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尊他是成就的根本念观世音菩萨的成观世音菩萨那是本尊呢。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我们是要成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要像阿弥陀佛。所以首先从哪里效法？从阿弥陀佛的存心，他希望一切皆成佛。我们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志同道合哇那志同道合的人距离再远心是相应的心不相同站在旁边也不相应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所以孟子跟孔子相应所以他学得很好
亚圣，孔子都不在了，他还能学那么好？心是根本的，所以我们对老人家这些心法，这是不容易说出来的。我们又听过了，要如平得宝啊，改往修来。喜心易行，跟一切皆成佛的心境不相应的，我们慢慢放下，那自然感降，所愿则得。我们真的这么去做了，跟阿弥陀佛、跟清净海会众菩萨志同道合，他们在冥冥中都在加持护佑我们。我们在弘护正法当中啊，所愿则得。那当然考验是在所难免的，但只要我们的愿心不退，心态对了，所有的世间人觉得是恶缘，对我们来讲都是真善缘，当然会所愿则得了，除非我们的愿退了。那也跟大家提过好几遍了，老法师讲得很圆满，而且他做得很圆满，尤其在不嗔、在修忍辱这一点，在很多一般世间人觉得晴天霹雳的事，老人家都在这样的境缘里面快速提升了。所以老人家常常问我们，你会吗？他老人家表演给我们看呢。老人家讲《金刚经》啊，讲得特别深入啊，讲了100多集啊，讲到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啊。那他老人家也是这么给我们表演。好不容易经营个小道场，几十年呢，30多年了。韩馆长往生了，这道场起变化了，完全放下，还劝弟子，怕弟子实在太难受了，劝他们49天以后再说吧，还给大家顶礼。这忍辱行是这么修的，那真的是世间的物质啊，都没有放在心上，一有放在心上一定影响情绪的。那老人家真把金刚经演给我们看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都是假的，别当真了，别放在心上。造成烦恼，甚至造成争夺就麻烦了。老人家在这些重要的因缘呢，真的是指导我们弟子，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持法本无真啊。持法是指释迦牟尼佛的佛法。49年没有讲过一个真字啊。不止佛陀没讲啊，孔子也没讲啊。君子无所真啊。论语里面讲这很有味道啊。必也射乎啊。依浪而生，下而应，其真也君子。其实也没真啊，乘浪乘浪啊，我们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啊，都乘浪乘浪啊，那都有古风在啊。我不是鼓励大家看连续剧啊，就是拍的呢，
啊，跟经典相应的啊，有这个寓教于乐的啊，这个可以看啊。哎，啊，但是说一句比较客观的话，老和尚的经啊，都听不够啊，时间都不够用啊。假如还去追韩剧啊，嗯，那个就啊，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啊。啊，现在是民主时代啊，谁也勉强不了谁。哦，所以师父讲那一句啊，我真的是终身难忘啊！啊，在电话的那头知道，此法本无真啊，真则是道义啊。我们就跟真心，就跟道心不相应了，就入了人我是非里面去了。师父啊，每堂课真的是和盘托出，我们是因为太容易拿到了，不知不觉啊，那个珍惜度啊会稀释掉，所以这个人心微微啊，道心微微，它太细微了，它随时在变化，到底是进是退啊，得要靠我们自身警觉性高才容易察觉。好，那老师也绝对是平等爱护学生，绝对没有说隐瞒的。向上看不平等，心上是平等的，所以不平等中啊有平等。好，那老和尚当时候跟李炳南老师学习，他也看到老师对学生方式应对不完全一样。好，那李老很敏锐啊，看出老人家脸上的表情，心里的疑惑啊，还把老人家找到房里了。啊，告诉他，啊，有一些不是真想学的，啊，你对他太凶了，便得罪他了，甚至他就不来了。啊，哎，他不是真想学，但是来了也是熏习嘛。哦，所以用什么态度，都是慈悲的考虑呢。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因为毕竟佛门讲随缘嘛。哎，跟这个学生是三分缘，你做七分把他吓跑了，太热情了，太有压力了。可是他七分缘，你不能只对待三分了，他会失落了。哎，这个随缘二字啊。啊，其实并不复杂。啊，我们的心，我们说无欲则刚啊，无所求了，对人事敏感度自然就高了，可以感受到的。啊，就像那个《达摩祖师传》啊，那个空智大师请教啊，那一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达摩祖师最后跟他说，看那看不到的东西，听那听不到的声音，知那不知的事物，才是真理。古人为什么说意在言外？它有一种意境了，它是存在的，但它不一定是肉眼看得到的。就像待会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这五德是从子贡回答他的同学里面道出来的，那也是子贡厉害啊，他很会观察 啊同学还看不懂，他给他解答了、哦、所以我们要会观察善知识，我们才能跟他学到东西、啊、不然我们入宝山空手而回啊。啊，有请陈校长啊，好像您刚刚有举手。尊敬的上承下德法师哈、哦，真的有举手没错啊，法师眼力很好。对，刚刚听到说那个法师讲到说，我们对于书上的法太容易得到了啊，就没有珍惜。我马上有感触啊，因为刚好也讲到孔子啊，弟子有一个观点哈、啊，请法师知道。就是说孔子他是把我们的教育从贵族化把它平民化、啊、所以我们称、啊、万世师表、啊、至圣先师。那我们师父上人是把佛法从以前的寺院才能听到佛法，可是我们现在透过网络这么容易就可以听到佛法，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说我们师父上人是把佛法平民化、啊、这样的观点好，心情老师知道，感恩阿弥陀佛。好，谢谢陈校长。刚刚啊，我们才提到要会观察善知识。所以这个也是陈校长有观察到啊，老人家的一个理念啊，让家庭啊变道场。就可以听经闻法了。那个这个法从哪里出来的呢？慈悲为本。观察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假如今天我们出家人或者弘法的人，我们有一种执着了。听经都是到寺院来啊。那以前是农业社会啊，所以老人家对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哪怕是祖师的教导，他领会了那个义理，他依义不依语，他没有着那个文字相，所以老人家《金刚经》可以讲得这么透彻，那是他心地的功夫啊。他懂得本土化，懂得现代化。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他在印度示现，他跟当地的宗教融在一起啊，他没有排斥其他的宗教啊。甚至于是，婆罗门教要来跟他学习，他知道这一个人，他的老师是谁，也很有威望。佛陀说啊，你假如真的要跟我学，你要比以前更尊重你的老师才行。都是可以跟当地的人事风俗啊，能够交融的。所以这是佛的智慧啊，他世事无碍，本土化，现代化。所以老人家强调用网络用多媒体来弘法，那就送到每一户人家里面去了。那当然我们学生是特别感佩老人家这一点。那相信历史自有公正的评断。我们也都要效法老人家这些精神啊。那刚刚啊跟大家提到佛门讲冤亲平等。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光是台湾的电视台就好几个是佛教的电视台了。
也都很用心啊，在办的。哎，很多宗教界的大佬啊，佛教界的大佬也都是善用这些工具的。啊，但老人家也表演给我们看了，淡开风气啊，不为先呢。啊，老人家有没有说，嗯，我是第一个用的啊，我是用的最多的。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处哦。哦，很多人哦，是他先的，他就一直要强调这一点。啊，太上感应篇说：“不张人短，不炫己长啊。”啊，道家也指导我们：“夫为不争呢。”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呢。啊，功遂身退，天之道啊！啊，这都很有味道啊！啊，我们看孔子这么谦卑，啊，人家一赞叹他，啊，他马上。说躬行君子，那我比不上啊。孔子这是在《论语》里面讲的，若圣与贤，则无其感呢。啊，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啊，我只做到这些而已啊。求学，好学呀。为之不厌呢，学而不倦呢，啊，学而不厌，一生从事教学，诲人不倦呢。所以我们看孔子应对进退，不管是言语还是行为，包含师父上人，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哎，佛门讲冤亲平等。师父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不，身佛不恶，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哎，佛门又讲冤亲平等，这句话就指导我们怎么修了。冤还排在亲前面呢，啊，所以对过去生跟我们缘不好的人，要比亲人更好啊，才能。化怨为亲呢，转成法眷属啊。因为一切都有因果啊，他对我们不好，那是前世的恶因嘛，终有化完的一天呢。啊，我们又真诚恭敬对他，等化完以后，就转成法眷属了。啊，所以老法师都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对他批评毁谤最厉害的，哎，他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啊，立在摄影棚。每一次讲完经啊，给他回向。这都是老人家修学的心法，我们都得用上啊。啊，用一句啊，气质就开始变了。心境就开始提升了，所以我们假如亲戚朋友三个月六个月没见了，请你喝下午茶，一见到你说，哎，你变了，这是正常的。假如呢，从来亲戚朋友跟你喝茶也从来没讲过这句话，那我们要反省了。受持一句呢，应该是可以得日见过日少，气势应该会变。所以我们好好努力努力啊，看看下一次跟亲戚朋友喝茶，人家会不会瞪大眼睛，哎，你变了，哎，你气势不一样了，读书贵在变化气质。只要啊
这个德行言语应当学，我们一直提醒自己照着做，绝对气质变了。所以为什么以前读书人说三一命普相啊，这个要快看相啊。第一个你要培养小朋友啊，一看他这个性格啊，他福报怎么样啊，会看的啊，顺着他的性格培养啊。啊，就像李炳仁老师他们这些善知识会看相啊。啊，一看哇短命啊，赶快鼓励他弘法，积累福报快啊。那包含啊，我们要用人的话啊，所以这个曾国藩先生呢还特别有一本书叫兵谏呢啊，因为我们在领导的位置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啊，团体最怕的就是人事的内耗哦，那个挺累人的。这个群书之要里面都有教啊。孔子在论语里面谈为政谈的特别的多。所以我们毕竟是在世间呢。假如我们身为道场团体领导者，我们不懂得怎么为政呢，那有可能团体的事务办了会人事会纷乱的，那道场是清净地了，我们可不能把它办成纷纷扰扰啊。所以老和尚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强调要学群书之要啊，做之君呢，做之亲，做之师啊。哎，怎么做之君？啊，那群书之要有50万言呢，太长了，怕我们时间不够啊。你看，这又是老人家处事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人做到底啊，送佛送到西啊，这么好的书，怕大家没时间读。好，他老人家安排挑360句。哦，而且当时挑出来还交代马来西亚同学，翻成英文啊，送给当地的领导者。他看了欢喜，太难得了。他假如懂的话，利益的人民就多了。这个缘起啊，是老人家想去利益这些政治人物啊，让老百姓受益啊。然后又感觉这一套书对我们现代人要齐家也要懂啊。后来还具体指定了挑什么呢，挑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关的，再挑了360句。这个书出来了，我们今天再把文字档发给大家做参考。里面齐家的部分大家都用得到啊。怎么照顾家庭？那这个经文里面有说到啊，真正上等的人才啊，难进易退啊，你要请动他不容易，可是理念不合他就走了啊，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啊，他安贫乐道啊。所以刘备请孔明啊，3次啊，三顾茅庐啊。哦，他有这么高的德行跟能力，他不轻易出来。为什么？要做成一件事啊，最关键的是见和同解。再来呢，
充分信任，充分授权，不然他发挥不了。哦，所以在《三国演义》里面啊，好，我不是鼓励大家看连续剧哈，这抱歉了，脑子里冒出这些东西来啊。你看，当初孔明出山的时候，拿着一个硬玺，啊，拿了一把宝剑。啊，那个刘备充分授权给他去干呐、啊，大家要知道啊，他出来的时候才27岁呀、啊，他要统领大家的失误嘞。哦，你看底下的人，有的年龄比他爸爸还大的都有，他一个20几岁的人。要来统领，那刘备要充分信任他。哎，这也是对一个人才的尊重啊！啊，你不要看到一个人才，哇，能来帮我办事的太好了，那是自私的心啊！你要把一个人才请进来，是为了团体好，你要让他进来，你要替他设想。啊，怎样能让他好办事儿啊？不然进来你都不替他想，那困难重重，甚至于很多困难是从你这边来的。为什么？因为一个团体的规矩啊，都是最上层的人没有遵守了，他就执行不下去了。啊，那个走后门呢，都是从你那边走的。他就很难办事了。哦，我能跟大家分析这些啊，是因为我都有错误的经验啊，因为我的后门最好走啊。啊，所以人家办事的人都摇头啊。啊啊，都是那个蔡老师害的。慈悲多祸害。后门都从我这里走，团体的规范就立不起来了。但是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了，啊，所以得要汲取教训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啊，所以承德没有正确的供养大家，就把错误的供养大家，啊，做参考，啊，所以上士啊，易难进易退，中等的。易进易退，真正不是人才，你把他当人才了，易进难退。哦，你要让他走，不容易，不容易。为什么？他要他的名，他要他的利呀。哦，他会开始结合群众啊，跟他有同样要名要利的人。很快的他们就连起来了，他就形成小团体，既得利益了。这个对我们接受大众供养的团体，也不想得罪人了，要处理这种人事啊，挑战就不小了。但是要不要处理啊？还是要处理啊。不以人情做佛事啊，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怎么处理？第一大事，护好自己的心念。不然我们一处理，我们也有嗔，也有情绪，也有对立，那可能越处理啊，事情越多了。我们用对心啊，遵循孔子、佛陀指导的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啊，组织轻重缓急、本末先后，我们依照经典来办事情，
啊，我没有私心，这点最重要。再来，反正韦陀菩萨是总护法。老和尚说的，没有饭吃，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啊，韦陀菩萨是总护法。啊，我曾经看过这个啊，老人家处理一个棘手的人事问题，啊，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下来，放在韦陀菩萨面前，啊，您老人家看着办啊。哦，啊，老法师也说了，真正弘法利身的事情，佛菩萨祖先承担了。我们最重要用对心了。好，那韦陀菩萨加持的不是说你是在高位他就加持你多一点了，不，没有这个，都是平等。我们的心念一心为公，那韦陀菩萨常住三宝啊，龙天护法都加持，哪怕处在基层啊，这么一加持啊，领导者有善根，都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好，哦，那我们用对心了，在言语当中啊，对事啊，都是有注意的、帮助的啊，不会延伸出更多的是非人物啊，所以不能讲抱怨的话啊，要宽容乃是智慧。那智慧表现在哪？为大局考虑啊，不是逞一时意气的。第二，少说讽刺的话，多说尊重的话，把众生都看作阿弥陀佛，绝对不会讲讽刺的话了。这是有轻慢心啊，才会说出来的。对小孩也不能轻慢了，我们不能着相了。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不能说他年纪小我们就轻慢，不能说他社会地位不高我们就轻慢，不能因为说他比较贫穷我们都轻慢。哎，我们要把这种相对的高下的打掉，我们才能修普贤行啊！普贤行礼敬诸佛啊，要往生之人要修普贤行啊，因为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行为跟普贤行一相应，叫生则决定生了，因为那个频道已经接上了，所以我们都有看电视的经验了。台湾电视有100台左右啊，哎，请问这100台的频道在哪？都在这个空间里面都有啊。哎，可是我们一按，不知道你们都看哪一台啊？我建议大家看48台啊，一按啊，48院的啊，一按现前了，频道接上了，它本来就在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在哪？我们的祖师都往生前看了好几遍了。莲池大师他要往生的时候我已经第三次见到了。
它频道接上了。所以佛门这些话语很有味道，深则决定深，去则实不去，一定要修普贤行。那礼敬诸佛是最重要的基础啊，普贤行它也是一直修上去的，没有礼敬啊，那要修称赞就修不了了。那讽刺啊，显得轻视了，尊重增加了解，人一尊重对方了，对方一感觉到了，就很容易交流了，就增加了解了。少说伤害的话，多说关怀的话，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啊。伤害形成对立，关怀获得友谊。昨天跟大家提到，现在公立社会啊，小孩都缺爱呀、啊，其实也不一定是小孩缺爱，大人也很缺啊。我们真心关怀，真的是能获得友谊啊。那当然哦，关心别人呢、啊，要悲智双运哦。不能只有慈悲哦，你太关心他了，你没有用智慧拿捏好分寸啊，关心到对方误会了。哦，我们真的有遇过啊，关心这个女孩子，后来这个女孩子都把她带回家了，她还搞不清楚，都带回去给人家父母看了，她还愣愣的。你说这个女孩子到时候不是很痛苦吗？所以这个分寸很重要啊。我也遇过啊。有这个同修啊，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说啊，这个男女找对象啊，最重要的门当户对啊。我一讲你们可能哎呀，这个陈德法师太落伍了吧，现在还讲什么门当户对啊。门当户对是最核心的，就是价值观相同相应。不然呢，价值观都不一样，那结了婚讲起话来不叫鸡同鸭讲啊，合不在一起了。那你首先面对的那日子怎么过啊？是往东还是往西啊？再来生个孩子，那是要跟着谁的价值观交啊？那生个孩子不是变成造成他两面人？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私塾老师的小孩跟一个大企业家的小孩，两个配在一起，你看好不好？除非这个大企业家是儒商，是吗？他经营企业是有儒家的啊，利从一身，财至道生，这可以。假如是因为他这一生有福报。但是他哇很会算，斤斤计较。那你说他的后代潜移默化也是这种思维的方式啊。那私塾老师的小孩的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负天下人，吃亏是福。你说这两个人配在一起咋办呢？
哎，我讲到我也阐述这些道理呢啊，有一个女士就说了，我可以救他。哇，我当时也被他的正气震到了啊，我稍微缓和了一下啊，接着我跟他说啊，哎呀，你真的有地藏菩萨的精神啊，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诸位不要太激动哦，啊，俗话不是讲，江山易改啊，啊，应该改一下，习气难移啊，哦，能不能改？能，除非当事人想改。大家注意哦，你再怎么帮他，你是他的缘。万法因缘生哦，你要帮他是个缘，他要改是他自己愿意，那才有那个因，缘才会产生改变的果。要冷静啊，要用宇宙人生的真相来看事情啊，不能一时激动啊。哎，佛门把这个因缘讲得很透彻啊，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真上缘啊，前面课程跟大家提过了吧？啊，我就不再啊熬述了啊。好，清因缘是他自己呀、啊，其他这些缘是外在。可是这些外在的缘能对他产生多大的力量，还是他决定的啊！所以我们老祖宗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有道理啊！啊，我身边一切亲戚朋友这些境缘，对我来讲都是缘分。我珍惜了，他帮助我的力量才出来；我不珍惜了，那像老和尚这么好的缘也帮不了我啊。只是我当面错过而已啊！哦，啊，所以要当地藏菩萨，也有地藏菩萨的能耐才行啊！地藏菩萨是等觉菩萨，他可以成佛，他不成了。哦，他留祸论生啊，继续当菩萨度众生啊。嗯，啊，所以有人说，我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继续度众生。哦，壮哉啊！啊，我也很敬佩他，啊，但是我得提醒他，你下一辈子投胎你要有把握啊，而且不是下一辈子，你生生世世投胎都要有把握。你真的可以的，那随喜功德，啊，挺不简单的。好，那我自己是没这个把握哈，啊，我自己啊，得要去跟阿弥陀佛磕个头是吧？哦，去报道一下，他老人家啊，48愿一家子，哦，除积本愿为众生故，啊，我们还是要照48愿来做哈，啊，他有愿啊，还没有成佛以前就想度众生了，好，那。跟阿弥陀佛请个假啊，我先走了啊啊！但是那个加持力已经随时在了啊，除其本愿为众生故，啊，披红四海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因为有阿弥陀佛加持嘛。啊，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嘛。啊，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主，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啊！这是阿弥陀佛打保证的啊！哦，只要往生的，想要赶快去度众生的，没问题啊！他加持啊，陈德是觉得自己这个下辈子没把握，还是这个比较保险啊！啊，仅供大家参考啊！好啊，所以我们呢？用功啊，
可不能定在我临终可以念阿弥陀佛。哦，当然了，现在就是为临终做准备了。哦，而且呢，我们也要知道无常迅速啊，一日无常道，道啊，方知梦里人。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什么时候练成我临终那一练有把握啊？现在就很尽全力练了，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我们修学是进是退啊，一个点是关键，就是能不能安住当下。那个安住当下是安住当下用功啊，现在都不能保证用功，能保证明天用功吗？哦，那古人提醒的很重要，明日复明日啊，明日何其多啊，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啊，假如我们说啊，念佛很重要，好好好，我下礼拜啊，我每一天念五千声，啊，这个我下礼拜啊，会发生很多次，甚至会一直发生。到了下礼拜了，又说下礼拜哦，哎，这样一拖，这拖到事情都没有开始。所以真正知道无常迅速了，那还什么下礼拜 ？Right now， 一定是在当下的。修学能不能有提升呢？佛门这一句啊，安住当下重要。放下便是，什么时候改？当下要放下，当下就是道场，当下就是选佛场啊！我们是不是真心切愿求生净土啊？这个也得我们自己关照自己的念头了。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生则决定生了，我们当下就要修普贤行，这个频道啊就接上了，我们就礼敬诸佛啊，就少说伤害的话了，多说关怀的话，多说肯定赞叹的话，那不会形成对立的，还获得友谊了，友谊了，少说命令的话，我们看这些都是缺乏礼敬诸佛啊，多说商量的话，有礼敬了，这个是很容易跟人商量。啊，命令只是接受，他口服心不服了，商量才是领导啊。好，这当领导者啊，司马光先生说，正直中和。是为德，公正、直率、真诚、忠、比较循的中道，不会过，不会不及，和与人相处啊，和谐和睦。
啊，所以这个商量啊才是领导啊，少说批评的话，那批评我们也这个礼敬啊失掉了。所以佛法是心法，我们会造言行的业，也是我们的心先偏颇了啊。所以从根本修，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出来啊。所以《了凡四训》讲，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啊。从心上改是最直接的啊，我们从这个德行言语应当学，我们深入这些经句，在我们的内心看到啊，那我要跟宽容、尊重、关怀、商量、鼓励的心境来出发啊，来讲话了。好，所以批评造成隔阂，鼓励激发潜能。所以这一段对于我们在言语当中啊落实不嗔是很具体的指导了。啊，我自己也有观察了一下啊，弘一大师在格言联璧里面挑了一些精华。那弘一大师是明初四大高僧之一啊，他晚年的时间是有限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这是他的智慧，也是他的慈悲。他看到我们未来的社会啊，没有大家庭的锻炼了，所以我们肯去好好学习格言别录，那弘一大师也在加持我。而这些句子不多，谈言语的差不多三分之二，哦，所以很重要啊。好，我们再看呢，第三，放下痴。传统文化老师啊，必须明白修身与教学的道理啊，要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学习到做人做事的智慧啊，要随学习要熟读四书五经，具备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的正知正见啊。陈德读到这里，哇，我觉得我24小时不够用了啊，因为这四书五经我都还没有深入啊。哦，当然我们学习啊也掌握纲领啊，纲领啊老人家待会也会讲到啊。哎，那读了这段呢啊，自己的感受啊，教育者先受教育，我们自己啊，要先接受了古圣先贤给我们的教育啊，我们才好去教学生呢。啊，所以俗话说的“教儿教女，先教己”，这个次第啊，挺重要。好，那老人家还特别提出了。啊，尤其是对学技啊，这是我们传统教学理念啊，阐述很完整的一篇经文啊，叫《礼记学技》啊，要融会贯通啊，真的有融会贯通了，哎，我们在教学的境界当中啊，
都会依照这些原理原则来做了啊，这叫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啊，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为什么老人家要开示这一篇教导？就是因为有一些乱象出现了，就是第一线的老师没有依照学记这些原理原则了。哦，透过学记学习，了解古人正确的教学规范。哎，老师也要了解正确的教学次第。次第不能乱，不能略等。依我们佛门来讲，现在修学得力的不多，就是因为次第忽略了。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所以老人家才大声疾呼啊，要扎三根呢、啊。这也都是在提醒我们次第。啊、哦、印光大师说要敦伦敬分呢、啊、都是次第啊。而且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啊、哦、因为我们每一天指导学生都是往那个教学目标啊在迈进啊。周到的教学计划啊，哎，教学要计划啊，但是也不是死的啊，随着我们教学的状况可以适当的调整啊。公正的教学态度，公正呢，学生心里才服气呀、啊。啊，失了公正呢，人心就不平了。有效的教学方法，啊，这方法也强调契机了啊。哇，那这些都要下功夫呢。啊，以及优良的教学质量。那特别重要的是，老师要真心爱护学生、哦、那这个是最核心的了。真爱护他了，就会很好的去了解他。啊，礼记学系说的知其心，然后可以就其身。啊，教也者长善而就其师。哦，那就能够掌握学生的特性，因材施教啊。所以请问过大家，哎，我们的小孩在想什么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学生在想什么我们知不知道？那假如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怎么知其心就其事呢？怎么长善就是呢？哎，那老师真的真心爱护学生呢？学生见到老师什么心里话都讲出来啊，你就好了解他了。但真的呢，治他不恶啊。啊，我们心真的清净了，真的无求了，很容易感觉到对方的状态。哦，所以教学的，为什么老人家说首先放下贪呢？啊，我们有比较重的欲望，就很难去感受别人，都是只顾自己的。啊，我要享受啊，哎呀，我不欢喜啊，啊，我不舒服啊，他怎么去感受别人？啊，像
啊，曾经啊看这个《雪宫诗训》啊，老人家提到古人强调事先气势，气是气量啊，势是见势啊，看东西看得深，看得远。啊，事先气势，事是读书人了、啊，而后文艺，哎，而后才是、啊、学才能呢、啊，学文章啊，学典章制度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为他的修养所用的。啊，假如我们不先注重他的心性。不注重他的气势，那他就是才能胜过德行了，那我们就培养出小人了，这个次第不能乱了。啊，司马光先生说，德胜才胜德，谓之小人，这是古人的人生阅历啊，啊，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培养出君子圣贤呢，所以这个教学的次第不能乱啊。所以李老他们都是引经据典的，举实例呀、啊。哎，气量效法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见事效法周公。治理作乐，成就了全世界最完备的宪法《周礼》，但现在没人用它了，挺可惜的。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听到老人家说，假如周朝的子孙还是没有违背《周礼》，依教奉行，可能现在还是周朝。因为真的现在有哪个国家把周礼做到了，我想很多人要移民过去了。真的为邦不居啊，乱邦不入啊。你现在有一个地方落实周礼了，哇，人跟人礼敬祥和，谁不想搬去那里啊？好。啊，那教学的次第，依《三字经》啊，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自是书啊，《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哎，这个次第都交代的蛮清楚的啊，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啊，经子通读诸史啊，历史啊是经典表演出来啊，他得先明理了再去看这些历史啊。考试系之宗始啊，怎么兴怎么衰的，他看清楚了，一个朝代他看清楚了，一个人他也观察到了。那其中这个小学是对儿童少年实施初级教育啊，注重洒扫应对进退等生活行为规范啊，培养德行的基础，就像弟子规和诸子的同盟须知等等蒙学经典所教导的。一开始是教啊，洒扫应对进退。我们现在观察一下，现在读到大学毕业、博士毕业，不懂得应对进退，不懂得照顾人。一个人不懂得照顾人，他有一个很高的学历，他能
在他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好吗？哪一个岗位不是服务人啊？能服务的好，一定是他的心要到位啊，不然他怎么服务的好？哎，所以《孝经》说的好啊，这个居家里呀、故自可宜于官呢、这个是一段很精辟的话啊，事亲孝，故忠可宜于君呢。事兄悌，故顺可宜于长。做人做事在哪里培养起来的？家庭里面的。啊，他在家里就懂得为父母分担辛劳，应对进退洒扫，勤俭为服务之本。哎，这个都是挑人才很关键的，青年十二所职很精辟的，那也是总结我们传统文化啊。我们不要考完大学的通通把他们给忘了，句句重要啊。学问为济世之本啊，我们得真正学到老祖宗的学问智慧啊，才能帮得上人啊，不然我们感情用事会越帮越忙啊。勤俭有这两个特质，他才能真正办事儿。哎，不勤劳了，常常会偷懒，会计较啊。你找他来，很麻烦啦。节俭，他不节俭，大手大脚的，他不知道浪费了多少钱。怎么办事啊？再来不勤俭呢，就容易奢侈啊。奢侈钱花完了干什么？动歪脑筋了。俭以养廉啊，这古人这些字都考虑得很远的啊。好，为什么说开卷有益啊？我们把群书要打开，哇，古人看事情令人佩服。防微杜渐的啊，有一次看管子啊，管子分析呀 啊为什么人们诈骗情况多？哎，假如有人问你，哎，怎么解决这个诈骗的问题呀、怎么从根上解决呀、你用法律能解决吗？哇，你警察耗了很大的力量哦。哇，这些人总结经验呢、你把他抓进去那个监狱里面呢、他还在里面互相交流，如切如磋啊。哦，那个我们曾经接触这些监狱的领导他们说他们问这些服刑人员呢、你们怎么进来的？大家怎么说？被警察抓进来的。他假如觉得他被警察抓进来了，你觉得他下一个念头是什么？我运气不好啊。哦，那接着呢，我怎么不被警察抓？哇，那你看他总结这些经验，那他进监狱去不就在研究这个了？他进监狱去能够痛定思痛他的问题在哪，他才不会再进去呀、所以我们很随喜海南省监狱系统那些领导真是功德无量啊。有一次我们这个灵魂人物我们张厅长到香港去见老人家，
老人家给他夹菜啊，一个大男人、哦、他是军人出身的，后来做公务员了，大我24岁啊，属牛的啊。眼泪当场就掉下来了。大家要知道啊，至刚之人呢、啊、有他至柔的一面。刚柔都有啊。哦。当然他那个刚是刚正哦，那是为公的刚啊，不是脾气大好啊。你看呢，那张厅长呢、啊、面对服刑人员，他上去给他们敬礼啊。他说我尊重你们有本善啊。哦，他那个动作做完，底下有服刑人员就流眼泪了。哦，特别有情义的人呢。所以他为什么会办这一件事情，就是看了这服刑人员二进宫三进宫，他觉得自己失职了。他说这样的公务员真的令我们敬佩啊。他觉得我没有做好工作，才让他们又再进来了。哦，所以后来接触到传统文化好了，他就开始啊，在监狱做这个事了啊，把监狱办成学校啊，不然监狱会越盖越多啊。哦，啊，后来他啊待了两天吧，走了，在监狱里面度众生啊。好，那啊，古人呢、啊、看事啊，确实看得深，所以我们现在啊，不跟5000年的智慧接上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解决不了啊。你哪怕是在社会服务，公务员有公务员的烦恼，自己做事业也有自己做事业的苦楚啊。你哪怕开个 7-Eleven， 你也要管2-3个员工啊，是吧？都要有智慧才管得好啊。管子说了，国耻则用废，国家的风气奢侈啊，国耻则用废，大家用钱呢、啊、浪费了，用废则民贫啊，因为还没赚就先花了，信用卡先刷了，负债了。民贫则奸自生啊，他没钱，可是他又想花钱，他就动脑筋了。所以那些诈骗集团一被抓获了，哇，有大学生，有硕士生，甚至还有博士生，很会操作这些系统。所以民贫则奸自生啊，奸自生则邪巧作啊，这些偏邪的犯罪行为就出来了。所以真正要解决诈骗，从哪里解决？社会风气不要奢侈啊，浪费啊。论语里面季康子问孔子啊，因为当时候小偷强盗很多啊，季康子患道，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劝。”他提醒季康子啊，现在为什么小偷那么多啊？大家都爱慕虚荣啊，
欲望都很重啊，上行下效啊，你自己欲望那么多，带动了整个国家不好的风气了。你假如变得安贫乐道了，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啊，你上行下效，你重视道德，老百姓就效法了。啊，你鼓励他去偷，他都不愿意啊，他有羞耻心啊。我们看到为政里面呢，那么多国家领导人问问题，孔子都会提醒他，你自己要先做好啊，政者政也啊，政治就是要先端正自己啊，子帅以政，孰敢不正呢？所以古人看事真的看得很深很远。我们看事亲孝，故忠可依于君，忠诚出于孝子之门。事兄悌，对自己兄长很恭敬，顺可依于长。他一到学校或者到单位去面对比他年长的人都恭敬了。居家里，他在家里就是懂得协助帮忙。啊，因为那时候的家有七八十人，甚至还有上百人呢，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他在那里就开始锻炼了，他办事就有条不紊了。哎，我们现在真的读到大学毕业的，会不会办事不一定啊？他都在那考试。也没人教他做事的话，他也不一定会啊。哦，所以这个次第重要了。德行教育最优先，然后才是读经、读子、读历史。啊，有了稳固的国学基础之后，才选择自己最有兴趣的一部经典专攻。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而且这个很妙啊！有了德行基础，学一部经，一经通，一切经都通。每一部经教什么？五伦八德。啊，在这一部经学通了，你看另外一部经还是教五伦八德，你一看，很容易就理解。啊，林则徐先生的《十无义》啊，对我们的提醒特别恳切啊。这十无义都是成败的关键。十无义不注意了，白费功夫啊。啊，比方不惜元气，服药无益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花钱买高丽参啊，买药啊，但是还在熬夜啊，那是白花钱啊，不惜元气啊。哦，甚至看手机看半天，精气消耗很多啊，这个都自己可以调整的，可不能都是靠药物啊，比药物重要的要掌握住啊。这十无义里面提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啊，我们曾经看过学术界的人开这个论坛。啊，五个教授坐在上面。啊，在上面谈啊谈啊，意见不合，在台上就吵起来了。那就给底下的人都不好的这个形象啊。那为什么会这样争？慢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啊。行止不端，
读书无益。啊，行止端正，他时时就提醒自己，啊，要自律。假如他没有这个自律的态度，他书读越多啊，越见人家的过。啊，所以这些重点呢，我们都不能含糊，也不能侥幸哦，不然我们培养不出人才来。不能有侥幸的心态。啊，君子居易以事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啊，居易以事命，就是我们很安在我们教书的本分，安在这个学习的目标、学习的次第，不投机取巧，稳扎稳打。哎，接着提到了学生的根基啊，千差万别，哦，不能千篇一律的对每个人都教一样的课程，哦，那是把教育僵化了，会扼杀许多不同方面的人才。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读这一段话感不感慨啊？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呢。我一些同学他读书记那些知识他就不行啊，可他人挺好，哦，甚至于哇，他那个手工能力啊，我是望尘莫及啊。但是假如我们当老师的就只重视成绩了，那不知道扼杀多少人才了，哦，所以一定要因材施教，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要背诵许多经典才是好的。这句话特别提醒我们，不要执着。哦，啊，有些家长老师啊就执着了，孩子已经背到要吐了，硬逼硬逼，逼到他反感。我遇到的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了。父母是传统文化的老师，啊，私底下跟他的儿子女儿谈话，啊，我以后啊绝对不当传统文化的老师。你说那这不是失败了吗？啊，你逼到他都反感了。我才不要去读汉学院呢。你看，这个都是，啊，当父母当老师的执着了，控制了，急于求成了，适得其反，循循善诱啊。哎，我们现在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教传统文化，我们自己的孩子跟学生呢欢不欢喜学啊？哦，当然了，一开始他还看不懂，啊，哦，啊，你身教言教劝他，那在所难免。小孩毕竟喜欢玩嘛，啊，但你要带动他，但你不要逼到他反感了，那个真的是太过了。啊，所以我们修学的人最怕执着点产生了，啊，都没有恶意的，但是都做到最后很遗憾。啊，所以古人留这一句“行行出状元”，就在提醒我们了。又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适合去读书，适合去当官。那我们善财童子五十三餐也有各行各业，啊，在医学界，啊，有这个医圣张仲景啊，啊，有华佗啊，啊，在商业界，啊，有晋商，有徽商，那个都有很
做事业很成功，影响整个社会的这些人才啊。所以要看学生有没有这方面的根气。陈德是觉得有些孩子真有这个根气，都被我们给逼急了，逼退了，就很可惜了。所以老和尚提醒我们，先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放下对立的念头。所谓行行出状元，老师应该深入了解学生，引导他们发展他们个人的特长。例如对于具有艺术天赋与兴趣的学生，就应该引导他们走向艺术。其实啊，艺术很有造诣的人啊，现在都在找学生传承啊。所以真有这些天分的啊，只要这个家长老师看得懂，这个缘都可以接上的哦。感应不可思议啊。对于技术方面具有天赋与兴趣的学生，就应该引导他走向技术，予可类推啊。好，如果很死板的要求每个学生只能背诵经书，那会埋没了许多特殊的人才，非常可惜。这也是有些传统文化教育班发生问题的地方。懂得因材施教的老师才会去发掘每个学生的优点和潜能，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他的能力才性都各有特点，我们要因势利导啊，个别的加以培养，每个学生都有特别的，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如果老师能够加以肯定，给予学生信心，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特质，每个学生都能成才，能够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人生发展的方向，那这个老师就是名师了，名师指路啊。所以不痴啊，不愚痴，面对境界清楚啊，每个学生就是我们的一个境界，我们能够看出他的闪光点在哪，顺势啊培养他，而且这个教学法啊，老人家提到采取启发式的教学法，不是填鸭式哦。填鸭式会把人的雾门给堵住了。所以我现在很怕遇到同学同仁跟我说，法师啊，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都把事推给我了。我们要你说呢这叫启发式啊。引导他去思考。不然他就变只会听指令的了。你没有培养出人才，培养出机器来了。你慢慢带他。然后说你怎么看这事他分析完了。你再把你的经验供养给他。这启发式的教学啊。老师应该采取导而扶谦，抢而扶抑，
开而福达，这个也是《礼记学记》里面教的。引导啊，但是不要让他感觉你是硬拉他，牵着他鼻子走。你看每一个字都很有味道啊，福谦呢、啊。哎，我成长过程啊，从来没有感觉到我父母硬拉我，一次都没有。我父亲很威严的，很壮的，跟我不一样的。他从小打捕啊，挑粪啊，锻炼啊，受用一生啊。所以人呢、啊，这倒吃甘蔗好啊，苦这个先锻炼，先吃苦啊，哎，后来越来越甜了。父亲那么威严，但是他从来不问你要给我这样做，他都分析给你看，讲的都很客观了、哦、啊，所以感受到。父亲的这个柔软啊，甚至于是看事啊，都分析得很仔细。哎，我们有事哎，都会去请教的，都不是强迫的。父母跟子女的互动状况，其实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感应啊。你越控制他越跑，这很有意思啊。哦，所以那控制欲很强的父母啊，哇，他的孩子一读大学离开家了 ，freedom 啊、哦，我自由了，好，好，因为我在准备要考英文啊，对不起，突然冒出了一句英文啊，让大家有一点频道接不上啊，啊 ，I'm sorry 啊，哦，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大家要看啊，脱缰的野马出去的，你守了他18年，最后是什么结果啊？啊，到最后你还在怪他，怪谁？啊，不能怪别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教学的心态方法不对了。那抢而弗益，这个抢是鼓励他，不要否定他。哦，我们提到啊，礼敬诸佛，你就会觉得他有无限的可能，你不只不会去否定他，你会很自然的去期许他。开而复达，开就是启发，你不要一次像一股脑儿都灌给他了，这个很难启发他的。好，所以引导学生学习，而不是加以强迫。好，不能强迫学生接受，不必要强迫学生呢马上明白。这个也很有意境啊，每个人他要去领悟事情啊，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那可不能是一刀切啊，切到最后悟性都切掉了。戒除急躁，这老师不能着急啊。啊，勉励学生上进，但并不压制学生的发展啊，启发学生的悟性啊，好，而不要将结论和盘托出啊，不能把学生的悟门堵死了啊。如果这样教学啊，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哎，《礼记学记》提到了，导而弗谦则和啊，你不控制他，你循循善诱。师生相处啊，很和乐啊。抢而弗益则益啊，你一直鼓励他啊，他越来越有动力，他能去把事情啊达成，
他也不会觉得学习这么难。啊，开而弗达则思啊，他懂得去正思维了，去思考。哦，那这个我们要反观了，我们自己教小孩、教学生跟这个教学法相不相应啊？啊，合意以思的教学法。只加引导而不强迫学生，则学生学得很欢喜。啊，这我们每一次去亲近老人家，都很发喜。哎，善加勉励而不压制，学生则容易发展自己的潜能。这是强而复易啊！我们也曾经跟老人家惭愧忏悔，哎呀，自己很多事没做好啊！老人家说：“你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哇，那个话一听下来，好像全身充电一样啊！哎呀，不能不努力啊！啊，老人家都这么宽恕我们，啊，还给我们鼓励了，啊，这是强而弗易啊！还开而弗达，只加启发而不尽说其意，学生则能进一步啊，深思穷究，开发悟性。这样的老师啊，才是具备教学的智慧，善于教导学生。好，啊，我们今天谈啊，不嗔不痴，啊，这个我本来想说今天教学目标啊，要把啊老人家这边开示讲完啊，还要把孝亲尊师圆满，是圆满成佛是根本讲完啊，所以我没有达成教学目标啊，所以我要检讨一下啊。哦，好，好，我下个礼拜改进啊。那个讲到这里呢，哎，有没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哎，你听了有些感触啊？哎，要跟大家交流分享一下的有没有？哦，还是您这一个礼拜刚好看到哪一句经文啊，哪一部书，哎，对你的教学很有启发，哎，也可以给大家做法供养。好，我先去拿一个影磬啊，啊，让大家出定一下啊。好，啊，假如这个时候啊，还是没有人回应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强迫了，啊，因为我刚刚才强过，啊，强调过不能强迫啊。哎，我们有请啊刘兴荣老师。阿弥陀佛，就是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那我最近怎么会有点吵？因为我们家里在办一些事情。那就是弟子其实有在按照法师之前讲的，就是六人的部分，在引导学生面对嗔心。然后弟子就是有发现，其实还比就是我觉得还比我想象中的还容易带领，尤其是年纪越小的小孩，就是可能低年级或中年级的小孩带领他们往那边去思考的时候，他们蛮难的。例如就是第一个就是利忍嘛，利忍的话就让他们自己要冷静，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我发现，哎，他们好像蛮能够用说忍耐一下就过了，他们好像也蛮能学用这个方式去思考。
然后再来忘人的话，我用的方式是让他们觉得，就是让他们觉得，实际上就是不要计较，不要自责这样子的方式。他们好像也蛮能去这样去思考的，就是低，我觉得是低中年级还蛮能这样去思考的。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宽恕还有凡人的部分。哎，我之前一直以为这可能对现在小孩来讲比较困难，但没想到我用这方式去引导的时候，就是我用那个引导去引导的时候，就是说，哎，不要去跟他们计较，因为他们会这样做，他们也很可怜。然后没想到就有一些学生也愿意举手说他们觉得这个方式还不错，这让我蛮意外的，就觉得真的是小朋友的时候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有悟性。有时候大人讲这句话，学生会觉得为什么，但其实对低中年级还蛮单纯小孩来讲，讲完了他们也许就觉得，哎，真的生气伤身体，他们这样生气对他们也不好啊，他们就会有那种方式去引导了，这是我们获益的部分啊。那当然就是我发现高年级如果在网络世界沉浸太久的小孩，他们被渲染的比较多了，那真的比较不好去调整，那花比较多时间去陪伴。对，那以上就是弟子关于就是嗔心还有引导小孩的心得。嗯，阿弥陀佛。啊，谢谢啊，刘老师的分享啊，啊，我们也是随喜他呢啊，文教变形哈啊，他课程里面有提到啊，我们黄念老教导的六忍。他学了就去用了，啊，惜待更劝，就不用别人再催促他了，啊，因为他一用啊，他就有收获，就有法喜，啊，啊，再来他在跟孩子引导的时候啊，我们也观察到，他也是能够随时用小孩能理解的言语。啊，跟他们谈，啊，这个是应激呀，啊，啊，跟小孩就要用小孩的语言，啊，来谈，啊，再一点呢，啊，我们不要预设了，啊，会觉得哎呀还小啊，听懂不懂啊？其实反而是我们成年人很容易预设，啊，一听一个道理，有那么容易吗？就起个分别的念了，他就不容易去做了。小孩他分别念比较轻，啊，他信任你，你讲啥他就做啥，啊，而且这一些重要的观念心态，啊，越早进入孩子的心中，啊，他先入为主，他不容易改变，啊，假如啊，就像他已经染污很多了。你要再把这些道理给他，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啊，刚刚也提到，啊，高年级的学生，啊，假如受这个电脑、网络的影响太多了，那那个磁场啊，就是很浮躁的了。哦，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好的道理啊，它那个磁场是非常安定的。你不相应了，他不习惯了，所以这个网络啊，哦，我们不能说都不用，但是怎么把它用好啊？我们得其利呀，去其弊呀，这个是所有父母老师啊要有的智慧了哦，所以要不愚痴哦。有一些家长爱孩子哦，三五岁就把 iPad 这些东西都给他了，啊，最后很麻烦了，啊，除了吃饭、睡觉，这个手机 iPad 就没有离开手了，那怎么以后怎么教啊？好的，爱之不以道啊，是所以害之也啊，这个我们要用智慧去爱人。爱小孩，爱学生。好，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